Hello， 我是 Another Watch Magazine 的 Joanna。 古代万物以龙为首，而龙亦都是十二生肖里面最得人喜欢的。父母想望子成龙，而做人亦都要做人中之龙。每年钟表品牌都会推出生肖表，而今天我就会为大家介绍 Hugo 这只龙年表。 Hugo 今年推出的甲辰龙年钛金属腕表，在直径42毫米的钛金属表壳上面，由中国艺术家陈粉渊运用剪纸艺术设计出龙的图案，用时标、齿轮和螺丝呈现出龙的特征，例如虾眼、鹿角和狗鼻等等，效果非常立体。而龙身就蔓延去首次采用镶嵌技术的橡胶标带，每片龙轮都经过染色和纳米硫化工艺处理，才可以和标带无缝贴合。单单是制作这条标带就花近8小时，同时亦都附送了一条灰色的尼龙标带。腕表搭载了 HUB1710 的自动机芯，提供50小时的动力储备，限量88枚，售价是22,400元。不知道大家又喜不喜欢这只表呢？最后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我们下期片再见，拜拜。